为什么要剪碎我和我爸爸唯一的合照？以后家里不许提你爸爸，就当我没有过这个儿子。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哎，听说这孩子他爸不要他了。哎，没办法，摊上这样一个父亲。爸爸从来都对我们不管不问，我很羡慕别人的爸爸。爸爸，刚才听到什么奇怪动静没有？没有啊。望着战舰列甲，炙热。